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宫下事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胆大心细，张杰西北筑城，崭露头角，姚雄战场争锋。姚雄啊，在西河军很有头量，可惜呢，他和西河军一样，常年在境外作战，本土战绩很少，以至于呢，谁都不知道的。这不要紧，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狠人到哪儿都搞得一身血，越到危急时刻，他就越能制造神奇，不然凭什么千万战士当中他是传奇呢？回到当时的这一个战场的情况，十多万西夏人冲上来，姚雄带着多少人呢？7000人反攻过去。当他出现的时候，一群群的西夏人已经冲向了城墙，正用铁锹拆城呢，局势已经没法再恶劣了，眼看着这城墙就要倒了，全线崩溃了。姚雄根本没管城墙，哎，他直接冲向了壕沟。那里边最初的时候被甘草填平的一块地段啊，是西夏人源源天兵的缺口，他要堵在这儿，斩断西夏人的后援部队。没有比这个更关键的点了，也没有比这里更凶险的地段了。姚雄一下子就陷到了西夏人的漩涡里边，只有7000人随时能被冲进来的敌军给吞没了，更何况正在攻城的西夏人随时可能回身反扑过来，没人能明白他为什么选中了这一点，这明显是送死，转眼就会完蛋，根本没有价值啊。可就是在这样的必败绝境当中，姚雄奠定了姚家军的传奇地位。区区7000人不仅挡住了前进的西夏援军，更把身后边反扑的攻城部队给隔断了，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能互相看见那就是合不到一块去。其他的宋军是如梦初醒，迅速的加入了战斗啊。可怜的西夏人呢，这条人工挖成的壕沟成了他们的噩梦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都达到了极限，结果出来了，沟外边的西夏人狼狈逃走，沟里边的被迫投降，投降的人数是多少？3万。7000人降了3万人，姚雄是一战成名啊，从此在本土奠定下了他传奇战将的声威。这一次失败之后呢，西夏人有些被打懵了，败过可没这么败过，之前的李元昊时期、永乐城时期，宋军的勇将层出不穷，可都是在绝境中宁死不屈，没见过姚雄这样的在绝境中把敌人逼向绝境的，这不没有道理吗？郁闷中啊，西夏人想起了自己的老上级辽国。梁氏啊，很懂得怎么揣摩大人物的心理，他以一个可怜无助的寡妇身份向上级哭诉啊，作为东亚地区传统上最牛的大佬，现在宋朝这么暴力，您是不是得出面呢？很快的，他赢得了辽国的国际援助啊！辽国给宋朝呢是发了一份正式的国书，用词非常傲慢啊，充满了上位者的优越感。怎么说的呢？怎么说的？说呀，我亲爱的兄弟，宋朝皇帝啊，你好，是吧？西夏呢是一个主权国家啊，曾经两次娶过辽国的公主，这是我的亲戚和下属。对吧，近来呢他写了很多的报告向我申诉，说你们宋朝啊无故发兵抢了土地，杀了百姓，毁了合同，这玩意儿实在太让人遗憾了，现在我要求你要撤兵，归还侵占的土地，毁掉私建的城堡，希望你能答应，如果你不听话，哎，入党即委，当遣人别有所依，小心我有别的事啊。这份国书哲宗是看着了，张敦看着了，按照传统不管怎么样都得有个礼貌得体的回复啊，谁让宋朝是礼仪一贯之邦呢？可这次辽国被彻头彻尾的给侮辱了，他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连根毛的回应都没有，你以为你是谁呀？大爷没空理你。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伟大领袖的话放在哪个时代里都是靠谱的。
辽国人被忽视了，可忽视了又怎么样啊？西夏人悲愤地发现，宋朝人转眼之间就变得比牛魔王还牛呢。元佑时期那窝囊废是彻底不见了，连西夏人和辽国人联手都不害怕了。哎，你还别说，还真就不怕了。让他们加倍郁闷的是呢，本应该暴跳如雷、跳上马砍人的辽国，比谁都平静。被漠视了之后呢，什么玩意表示都没有，宋辽之间异常的平静。西夏人这下子可坐不住了，毕竟平夏城啊顶在他们的喉咙眼上了，这根刺儿要不拔，他们迟早得完。他们认真准备了近一年，到了第二年，宋朝的元符元年，公元的1098年的十月的时候，发动了第二次平夏之战。这一战西夏人拿出了最后的家底儿，在几次失败之后呢，西夏人再一次集结了30万大军，由皇太后梁氏率领越过了梁国的边境。粗略算一下啊，这种规模的战役呢，几年里边西夏至少已经发动了3次以上了。就算游牧民族打仗成本小，考虑到西夏国小底子薄，那也快被搞崩溃了。那为什么还不依不饶一定得打呢？一方面呢，是平夏城的位置实在太特殊了，像美国人那星球大战一样，逼着苏联玩军备竞赛，最后呢被搞废经济国家解体。另一方面呢，牵扯到西夏国内的一个政权分配的问题。妈，梁氏想继续压倒威名氏，独霸西夏，那么就必须要拿得出闪亮的成绩单来。他们得像元佑时期那样，随时暴打宋朝。哎，你这样呢，叫嚣东亚无敌才能过关。现在宋朝这边呢变硬了，怎么的也得重新压下去呀。为了这个，梁氏啊才一而再再而三的亲自出马。回到战场，这一次梁氏真的是很用心了。有资料显示，他一直把百年前的这个契丹女杰萧燕燕呢当作人生偶像，想在西夏复制出无敌型的这种红颜传奇。当然这个愿望很好啊，只是尴尬了一点，是吧？萧燕燕世代贵族，父祖三代公卿将相俱全，从小接受的就是女王式的教育。西夏梁氏呢，一个从通奸令嫁起家的没超过两代的镀金贵族，能比得了吗？更不用说萧燕燕掌权之后，儿子情人亲如一家，萧家耶律氏一直保持和睦，梁氏把西夏国搞得那叫乌烟瘴气啊，那和李元昊的子孙打生打死不共戴天。你说两者能有一点一样的地方呢？都是女人。笑话之所以就是笑话，关键点就在于啊，当事者执迷不悟。具体到战争中的梁氏身上，他总是想以一些女士啊特有的这个小聪明，哎，去干一些豪赌国运的一掷乾坤的大事情。越过边境线以后啊，西夏兵团没有四散出击，也没有确定主攻点，而是远远的吊在宋朝西北四路的中间地段，像是对每一点都保持了打击性。对于这一点呢，宋朝的枢密院呢很重视，给张杰下令啊，密切注意敌情，确保境内每一处安全。反观张杰这边呢，他从第一刻起就把赌注都压在了平夏城上。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不是与之前的失败有关，仅仅是例行入侵打劫，西夏人会集结到30万人吗？你用后脚跟都能想清楚，对不对？目标必然是平夏城，也只有平夏城。所以啊，枢密院是外行，梁氏更是头企图爬上树的猪，没有技巧就不要炫耀了嘛，白白的浪费了战机，还在那儿还先吊着慢慢走干什么呀？在梁氏忙着御敌的时候，张杰呀从容的调拨兵力，先确定了平夏城的主将，再四路征兵组成了攻击阵容。注意啊，不是救火队，攻击性的伏兵。这时候咱们就要说一下张杰的平夏城计划了。他在表面上看和之前的永乐城计划非常的相似，可是在根本点上截然不同。永乐城是建成一个大举进攻西夏本土的桥头堡，为之后的一系列远征计划服务的，所以在初期时呢，配备的兵力虽然不少，但都集中在城里，那在外围没有专属性质的军事梯队，这就造成了永乐城被围攻的时候只能临时下令各驻地人马向永乐城驰援。这样的效果呢，从先天上就没法保证，因为那是无准备之仗。而平夏城计划呢不一样，平夏城实际上是个坑，在双方必争之地上建成，逼着西夏人来围攻。宋军在城里设下重兵防守，外围潜伏着巨大的伏兵，等到西夏人围城久攻不下，外围伏兵四起，城里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把西夏人埋在城下。这个计划诱人吗？诱人。如果成功，肯定是宋夏百年战事里宋军最辉煌的战绩。可是失败了，
会内外崩溃不可收拾，到时候谁也没法善后。这把双刃剑怎么样才能只砍敌人不伤自己呢？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找一个能在城里死死守住并且能及时爆发的将军。这个活儿啊，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这既是那位将军的个人独特才能，更是主帅战术体系的标签。咱们以前经常说，战争这玩意儿其实它是一门艺术，是带有创造性的一个作品，一定要承认它的唯一性。古往今来，每一场重大战役都铭刻着主导者独一无二的印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战争从来都不是由集体来完成的，而都是呢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个体团结起来的成绩。比如说唐代千里奔袭抓住突厥王的只能是李靖，侯君集只能去修理高场，汉朝大将军卫青只能在沙漠中心击败匈奴大军，突破漠北屏障封狼居胥的只能是霍去病，唯有其绝世锋芒才能纵横无碍。具体到张杰，他的身上集合了北宋之前各代西北宿将的特点，是个全能型的人才。可是在两次平夏战争中呢，他露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他巨大的胜利欲望，处于绝对劣势的兵力决定了他想获胜就必须冒险，而冒险张杰干得太专业了。以冒险为事业的人最大的特征不是勇敢，而是细心。就像近代英国的特种兵，他们有一句传世名言，就是我们不蔑视危险，相反我们敬畏它，唯有敬畏才能安全。张杰就是这样的。为了选出平夏城的守将，他在西北五路军海选呢，每个人都有机会，谁能提出意见啊，他个人完全服从民意啊，谁都能提意见。最后选中的人叫郭成。郭成是靖元军第五副将，参加过灵州战役、交趾战役，在资历上呢是无可挑剔的，在特点上缜密而稳重，理论上说是守城的最佳人选。时间紧急，张杰呢当机立断，就是郭成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写了一封匿名检举信，说郭成有巨大缺陷，好喝酒。张杰一听，脑子嗡就一声啊，这个嗡啊，足有这个98分贝，立刻就头晕了，这不要人命吗？你让一个醉鬼担任这种任务，那不是纯粹祸国殃民的？但是他非常的冷静，没有直接换人，而是命令各路主将紧急集合，等人来全了的宣布任务：喝酒啊！今天是给你们临战壮行，大伙儿放开量的喝。喝的过程里啊，张杰的心是越来越沉了。为什么？根本没必要仔细观察，酒局里边的郭成是最耀眼的明星，此人是酒到必干，杯杯见底，从开始到散局从来没拉过空。到这份上，张杰仍然没崩溃，等人都走了，他单独留下了郭成，说来我们聊点正经的。张杰和郭成聊军事，谈战略，分析眼前态势，重点了了解了守城器械，一大堆的专业谈下来，张杰放了心了。为什么？哎，原来这世界上还真有越喝酒越精神的人啊！这位郭成喝完酒的状态比没喝酒的时候还出色，没问题，就他了。郭成连夜赶回平夏城，随时准备被30万人群殴啊！很快，西夏人就来了。神奇的梁太后觉得鱼敌已经鱼得很到位了，她带着全军30万人扑向了平夏城啊！看她这时候的架势啊，还真有几分女中豪杰、军中之花的样子。西夏军团穿越莫烟峡进入靖远路，走过之处全部控制，到达平夏城之后布下连珠大寨，东抵葫芦河，西连石门峡，绵延百余里，声势是空前浩大。实事求是的讲啊，蜀遍西北发兵使都没这规模。之前宋太宗幽燕之役雍西北伐，神宗时期五路伐西夏，哪怕人数上超了30万，也从来没有说30万人在一路集团进行进军的时候。人数多，拳头就大，拳头大还很谨慎。这个梁氏啊，在外形上看，还真不大像个草包。他把重兵集结的平夏城下，攻城呢由威明额白负责，另分配出去一部分啊，旌旗由这个魅勒负责啊率领，远远的兜到外围，时刻警惕宋朝的援军。除此以外呢，在更远的大外围派西夏驸马网罗屯兵罗萨岭，牵制西河兵团，大首领布新屯兵梁称台啊，威明济呢驻守白池，是吧，抵御敷衍秦凤诸路。
就这样远近搭配形成了梯次，既围城又打援再牵制，可以说已经是面面俱到了。按照梁氏的思路呢，战争以这种形式进行，宋朝胆小的话，他可以稳稳地拿下平夏城，拔掉这根钉子，顺便砍死一大批宋朝官兵，重现永乐城战绩。如果宋朝胆大，敢调动兵力四下增援的话，他能把平夏城周边变成屠宰场，让无数的宋军死在这一战里。那时候会有一个新的名词诞生，叫什么呢？叫平夏城绞肉机。算盘打得这叫叮当响啊，充分发挥出女同志们的工作特点，欲望大心眼细，特别狠。可惜他这次遇的人不对，宋军从主将张杰开始，每一个参战的人都透出一股股的邪气。除了平夏城里边的醉鬼守将之外，你看看外围的几位援军大佬。援军的主将是靖元路副都总管王恩，其余的是环庆军的崇普啊，这个秦凤军王道啊，这个西河军苗寿。四路联军人数并不多，应该没超过上次的8万人。之所以变少了，一来是宋军的军事主管呢枢密院慌了神了，他们严令张杰要顾全全局，不能把赌注只压在一点；二来是平夏城想中心开火，必须得给郭成以足够的实力，郭成先顶不住了，一切全倒。人少是固定了，下边看这几位将军们都是什么样的货色。这位这个崇普啊，是崇世恒的孙子。姓崇的人呢，自不必说，没一个是按照常规来打仗的，坑蒙拐骗，借刀杀人，设局出千，什么样的损招，什么这管用他们就用什么。往好来说，那叫智将；要换成西夏人的话呢，就是啊，杂种缺德，是吧？轮到第三代小崇相公崇普的时候呢，这种这个风格继续得到了发扬。他是当时西北军里边最优秀的参谋。苗寿咱们前面都介绍过，独断专行，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主将在身边都敢搞小动作，这是个合格的军人吗？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他搞出了上次那么大的乌龙，连了一千多名精锐骑兵掉悬崖，上级都不严惩他，下级继续信服他，为什么呀？嗨，此人乃是战场上的英雄，就算犯规呢，也是为了胜利。秦凤路的王道不太出名，是个实干派，没什么好说的。重点聊一下援军主将王恩，你能相信吗？这么重大任务的负责人，他的履历表上第一行字居然是“胆小”，遇到敌人的时候转身就跑。鬼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真是上帝都不知道啊，西夏兵团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啊，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哎呀，这个胆小这件事情也确实是让人郁闷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西夏兵团呢就和宋军呢遭遇了，哎，结果第一仗败了。哎呀，这个梁氏啊，这不知道怎么，当围攻平夏城的战役打响之后，西夏人半点没觉得什么不妥啊。最先抓狂的呢是一位宋军将领，他先觉着不对头了。这个人名叫啊郭祖德，他是援军里的一员。他听见不远处呢喊杀连天，终于动手了，立即坐立不安了。为什么呢？城里边的郭成啊是他的结义兄弟啊，平夏城有多少料，西夏军有多少人，他一清二楚，常识告诉他绝对守不住，他得迅速出击救他的兄弟。可是他回头一看，援军的各位长官一个个悠闲自在，闭目养神，一点开战的意思都没有。哎呀，这郭祖德有点急了。事实证明啊，叫这个名字的古往今来没一个不是毒舌的。祖德兄走到各长官面前就说了，说平夏城有多重要不用我废话了吧，丢了他靖元路立即被打穿，你们率领精兵领兵救援来了，怎么干等着你就在这待着啊？你不上去打仗，你不懦夫，你不失职吗？你啊，况且我大哥郭成在城里边，一旦危险你们忍心吗？你们这些话立即把各长官里边的什么王炸药苗炸药就给点燃了啊！两位刚想爆炸，轰的一声，一个姓姚的炸药堆已经爆炸了。那西河军里边姚雄也在这儿呢，他当时就要带人冲了，西夏人算个什么狗东西是吧？老子什么时候懦弱过？哎，群情鼎沸当中啊，只有一个人很安静啊，敷衍路崇普，他只说了一句话，说郭将军要出击也得知道战场情况，就由你带人出山谷探视一下吧。郭祖的二话没说啊，领了1000人就冲了出去。好大一会儿满身是血回来了，说了两个情况。第一，敌军无边无厌，简直跟蚂蚁似的，充满川谷，不见前后，他出去就被淹没了，玩了命才冲回来。第二，他一点都没退缩啊，相反更加急迫。
敌军强盛，平夏城危在旦夕，再给我几千人，我要冲进城去，我要和我大哥共存亡。郭祖德的话把所有的火药桶都给点爆炸了。几十年前郝水川、三江口等战斗当中的前辈，什么武英、任福、王圭等人，都是这样宁可死战都绝不放弃同伴的英雄。同样是西北军，难道他们都退化成了孬种了吗？热血是越来越烫，脑子越来越简单，抄家伙干他娘啊！这是人类所有时代里大兵们临战时候的通用语言。时间到了，大脑清盘，咱们上阵砍人就行啊。慢，有人拦住了他们，仍然是崇朴，这个人跟块冰似的，从头到尾没半点波动。他问这伙血贯同仁的大兵哥，请问外边30万西夏人，我们出去能杀光吗？不能，情绪在低落，这是事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失败？是，情绪继续低落，这还是事实。我们失败后，西夏人拿着我们的东西到平夏城底下炫耀，守城部队会怎么想？会不会军心涣散呢？会。情绪变得沮丧了，这都是事实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还记得任务吗？大家彻底无语了，毕竟张杰有全盘详细的计划，他们只需要执行。在计划的最开始阶段，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平夏城被30万人围攻，并且祈祷攻得越狠越好，让西夏人在平夏城下把战力士气都耗光了，这才是最理想的。那么就只能是等着了。不远的平夏城方向，火光剧烈升腾，西夏人从最开始就用上了专业的攻城器械。那么张杰的战法究竟能否成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